原神的特殊料理都有哪些呢？首先是我们的迪卢克，制作堆高高，有几率产出蒙德往事、蒙德土豆饼；使用雷泽，有几率产出爪爪土豆饼；蟹黄火腿橘时蔬，使用砂糖可以做出五九三式营养餐；冷肉拼盘，使用飞馅儿，有几率产出祝圣交响乐。果然是断罪皇女，就连特殊料理的风格也别具一格呢。接下来是水晶虾，在使用行秋制作时，有几率产出江湖百味香嫩焦焦鸡；使用心焰，有几率做出摇滚鸡，这样子看上去就很辣，不愧是只有魔鬼才做得出这样的菜。香味豆腐使用硝制作时，有几率产出美梦，而介绍则是它的美梦很简单，不过是做一个美梦而已。好家伙，跟着闹呢！莫娜在制作满足沙拉时，有几率产出至高的智慧；诺埃尔制作庄园烤松饼，有几率产出后云朵松饼；芭芭拉制作白汁时蔬烩肉，有几率产出辣味时蔬烩肉；罗莎莉亚制作甜甜花酿鸡，有几率产出审判的晚宴。这道菜确实很符合罗莎莉亚的性格。丽莎制作火火肉酱面，有几率产出魔法肉酱面；北斗制作爆炒肉片，有几率产出呛炒肉片；荧光制作摩拉肉，有几率产出乾坤摩拉肉；迪奥娜制作蒙德烤鱼，有几率产出绝对不是下酒菜的下酒菜；阿莫制作烤肉排，有几率产出侦察骑士烤肉；巴尼特则是提瓦特胶蛋；凯亚果香烤串；最后则是七七制作来来菜时，有几率产出没有未来菜。这毕竟七七是没有味觉的，所以嘛，我敢说一定很好吃，当然也只限于说一说。那大家还知道哪些角色的特殊料理呢？快在评论区里面告诉一太吧。